获利，运用高低的位移进了一点。哎，这球跟得不错，但是在中间方向被扑到，被新进阶岳振华下腰完成了这个接球。是打变化球，对，有点挤到，但要看这个位置。哎呦，是冯建廷来接啊！而且最后让他是一个有点难度哎，那个位置哇，还是向后斜跳的方式给接到，他来接。陈冠文原本开季的时候也是定位是守护神，这个球，哎呦！曾陶荣是用滑接，而且是下手式，手套下摆的方式，边滑边接到了这一球。陈晨威这棒反向攻击打得并不差，但真的要乱弹，就是球又多飞了一些距离啊，让曾陶荣来的去做。接球在中外野方向拼命追，哦，郭天信，哇，眼看球就要落地了。来一个飞扑啊，接杀出局。二局下半，让统一三上三下，6-1，统一暂时领先。以内野安打的表现，就在第一局，这一次打得不错，在中右半边，结果陈连线扑下去接起来 ，nice catch， 不容易啊，这个球。绝对有形成安打条件，但是四爷在中外野展现了相当精彩的守备美技。是，这可以看一下那个慢动作陈波哈，因为是不是落地的再接到，还是直接接到，这可能要从。